三四月，桐花开，雪白纷飞的油桐花，装点了春天的新竹县。桐柑是峨眉乡春季最大宗的水果产物，多使用有机肥料，果肉柔软多汁，甜度适中，是春节期间最佳伴手礼。春天的桂竹笋是竹林间的宝贝，也是鲜笋中最长的品种。五峰乡桂竹笋，泰雅族人又称为阿丽，自然生产，清脆可口，是最天然的蔬菜种类。关西镇是新竹县最大的草莓耕种地，也是新竹以北地区唯一的草莓产区。色泽鲜红的草莓，香气浓郁，酸甜可口。这边的草莓很好吃哦。在尖石乡纳罗社区种植许多香草植物，十多种有机香草作物，透过蒸馏萃取天然纯露和精油，品质精纯，深获好评。